换一个位置，换个代名词，你不爱我，越保持理智越像个疯子，比较好过。我们之间的结果，你们之间的承诺，想再牵着你的手，多么奢侈的要求。那时候我们说说祝福你能好好过，太好强才没说，说我只想要带你走。其实我还爱着你，却再也无法让你懂。走一步错一步，我们该如何弥补？怎么会忘了说，说我不想要让你走？怎么会对你说，忘了心多痛，忘了我？其实我还爱着你，我却没资格再拥有那些关于我们曾经的梦。安安大明星，建安哥又见面了。哎，不要说又见面，就是你有星座品才会来啊，是这样子。又见面是好事，表示你就是你一直有很多的那个可以跟别人分享，而且很快、欸。那表示就是你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啊，所以这个环境需要你，然后你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然后你可以一直有新的东西出来跟我们讲。新的东西，欢迎李建勋来到我们的安安大明星。谢谢，哇，谢谢。
快点，我要送给建安哥我的全创作专辑。快点，快点！我们刚刚私底下后台玩，私底下已经看很久。对啊，就是这是你的新专辑，这是一张专辑了。对，上次来是 EP, 上次是三首歌的 EP， 三首歌，这次是八首歌的专辑。这表示就是 EP 已经不足以满足那个喜欢听你唱歌的人，所以这次要直接做八首。也还有就是上次 EP 有回收，所以这次可以做大量，才有力量再去发一集。很重要啊，环境这么差，所以一定要更努力的让自己可以。就是被看见，谢谢。对，那其实这张说有话好好说，因为三月刚发嘛，2017三月刚发的 EP， 然后身边多了很多厉害的音乐的朋友、哦、所以我对音乐有更多不同的看法和企图、哦、所以才发了这张专辑。这是去年十二月底哦，超底的，那个时候真的是激战耶。对啊，妹姐啊，没关系啦、啊、JJ 大神，对，自己有生存的空间就好，何必理会对手怎么活。真的，但是那时候滑榜单的时候、嗯、因为我会一直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一直滑 KKBOX 榜单。你被榜单制约了。对，但是我有在前面，所以我很开心、哦、但是前后就是看到他们。现在大家对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真的吗？对啊，但是那有些点击啊，或是那种就是MV 被看见，这就是事实，那个没有点进去就是不会有。哦，真的，而且那个比较实在，像 YouTube 类似这样，maybe 可以这样说，就除非就有一天就是也可以去买点，就是大家帮忙点，那个也 OK。哦，买点，对，所以其实像我第一首主打歌叫做《其实我》，就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现在在 YouTube 应该120万左右，有120万，这样短短也一个月，一个月，对，很厉害啊，很开心，歌就是一个很拔辣的歌。当初其实在写，不要这样嘛，唱歌就是要拔辣，大家才会喜欢。哦，我其实蛮喜欢吃拔辣。我懂，你明白。对，当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写一首让大家都会有感觉的一首大情歌。但怎么样唱进人心，就是你发表之后你自己要做的功课。哦，真的，所以在就我今天如果没有你要来，然后我没有去点，我也不知道你发片啊，真的、啊。对啊，网络现在变成这样，很讨厌。不是因为太多讯息了，太多人发片，所以还好我没有安安大明星，然后可以找你来那个。非常感谢。然后他们就说，他李建轩要来，我说好，李建轩这次是怎么了？他说发专辑，我知道。然后我就在李建轩那哇，100多万了，然后想哦，我这样不好意思，拍谁都没有去看到。不会，我这是讯息爆炸的时代，就是有需要。让自己好好说自己的音乐是，而且今天来又再度来到这边，我觉得真的，我们可以先玩一下你的专辑吗？可以、啊。他刚一直跟我，我跟他说，哎、欸，赶快帮我签名。对前后，然后他就跟我说，啊，让我签在这个腰封上。我说可以不要吗？啊、他说我不小心掉了。他说你不可以把它弄掉啊，这是一个有设计概念的，就是遮住半边脸，然后前面还在那边跟我玩拼图。对，遮住半边脸比较有神秘感嘛。然后我就在那边为了对说，到底要对他的人像完整要对头还是对字，还是要对字可以拼起来？然后我们两个刚刚一直在那边。哦，谢谢你、哦。哎、欸，上一张哎、欸，对啊，我那时候是遮，你看我那时候是遮这边脸，我是这样遮。所以，哦，真的哎。对，所以现在就换。那你的左边脸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要一直把它遮起来？左边脸比较害羞，所以就害你个头啦。哦，没有啊，其实我遮错了，你看这次遮才对。遮一样啊，啊，遮一样的、哦。嗯啊，哪有什么？哦，对，遮左脸，为什么？我明明就怎么了？我都是露左脸的。你都露左脸？哦，我知道，我把比较好看的遮起来。也不是这样讲，就是你再把它遮住以后，然后右脸也会被大家一直看。对。啊，我知道了啦。怎样啦？因为我把比较不好看的脸给大家看，如果大家还想要看的话，就想要看我左脸这样。也是不用这样讲自己。对啊，旧的收起来。哇、哦，我看到我那个 EP， 好感动哦。真的吗？虽然短短的时间，很感动哎、欸。嗯，没有啦，到底什么了？新专辑比较漂亮啊，旧 EP 都是黑黑的。新专辑是粉红色的、欸，因为这张的专辑的那个名称叫做《爱个彻底》，真的啊，情人节到了哎、欸，过两天。真的是啊，有适合情人节的歌吗？有，没分手的那一种，你不要唱一唱，人家都心酸了。就是唱什么“就别爱我”，对不对？情人节烂透了，爱我真的是不可以这样。那我们今天没有这个主题。我这次有写一首歌给很特别的一个对象，上次给爸爸，这次给谁？给我家的狗狗。是为了狗年吗？不是，是因为我家你不会说是哦，你要想说今年是狗年，好了，其实是，但是在今年这张作品放入这个元素，我很喜欢，是因为你家什么狗？它是西施加雪纳瑞加拉萨加，哦，是个米克斯来的，不是，它是混种狗啊，就米克斯，为什么不行？哦，真的、哦，就 mix 啊，哦 mix， 哦对，米克斯对 mix， 然后但是它是流浪狗，哦、我们从台中把它捡回来的，所以台中哎、欸，对，从台中接到淡水。好酷哦！所以他一开始就感冒，因为很冷。哦，那他上车的那个当下，他是什么状态？脏脏的哦，全身的毛打结，
哎、欸，上次你好像有讲。对对对，然后这次特别、哦，因为他现在已经13、14岁了、哦，我想要写这首歌，趁他还在的时候。你不要想后面这四个字，对啊，他会一直很健康。他会一直很健康，然后但是同时又有一个企图，情人节要到了，我觉得不只是猫小孩，那这首歌其实也是要写给所有，就是 Never Let You Go。对于每一段感情，我都是非常的。同时狗年也到了，祝大家狗来福。没错，好烂哦！就最后这个祝福听起来就是，你这祝福是那个大人最喜欢的。你前面在那边什么情人节的时候有这什么东西啊？那狗年行大运，屁孩谁知道谁在那边？哎，对对对，大概这一种。对对对，最近出去都要讲这些这种比较老梗的吉祥话，心里会有点不平吗？你是一个这么潮的年轻人，不会啊，而且可以创造一些新的祝福吗？会有为难吗？好运旺旺来，我真的觉得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直接回去了。对啊，这个就是太烂。对，今天你想不到一个比较好的祝福，那我们直播就结束。Never let you go， 让你永远听不够，好不好？让我们就爱个彻底，这样。不是啊，你这样子就是这样太徇私了，这样都只有讲到你自己，没有想到别人。希望是一个狗年新年的祝福，我们不用纠结，等一下再想，慢慢来就好了。好，你也是个创作型歌手， okay， 所以都可以，应该难不倒，是不是？旋律难不倒你，所以才会有刚刚那种祝你狗年行大运这种、对，但是现在是文字，好，所以应该还好。介绍一下自己这张专辑想要传达的是啊，先讲一下刚刚看到的影像。好，哇，你找了一个也算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对不对？不是只有眼熟，是跟你确认是不是她、对啊，怎么啦？怎么会找到她来？妮妮，我、这么熟，叫人家妮妮，欧阳妮妮。好好，又这么生疏，拍完之后没什么感情。杨妮妮哦，人家明明说姓欧阳，干嘛找人家？没有，阿强说三个字嘛，对。OK， 对，没有，因为其实很特别，就是好相处吗？这位朋友？好啊，很 OK， 而且对，其实我算是比较。我的意思是说，你跟人家好不好相处？那当然看起来好相处，我是说你。哦，我很好相处啊。哪有？你刚才里面看起来很孤僻、我在里面一直被拒绝。我看到了你被拒绝，不断的拒绝。不要难过，她好歹也是一个新生代的女神，拒绝你也是刚好而已。对啊，然后导演就说：“哎，你怎么拒绝演这么好？”我也觉得画白线那段演的还不错。就是很可，是画在地上哎、真的。然后你知道吗？都什么年代了，还可以拍出画白线的这种 MV？ 但是我在里面很会做家事，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只有在刷牙而已、啊，然后什么做家事？有下集的，这个 MV 是有下集的哦，是哦。我因为这张专辑叫做《爱个彻底》，所以说其实我的下集也是请妮妮帮我就是演出这样。天哪，就是把天后榨干的概念，就是请来、我们要省成本嘛，省你个成本嘞，省成本不会啦，这也是一种很特殊的。现在 MV 都拍得像微电影一样了，其实。对，因为其实这是找到映之导演，映之导演就是专门的、有很有名的金奖导演。那映之导演在色调方面，我觉得这是无话可说，我非常喜欢的色调。对啊，对啊，很有质感啦。有啦，有啦。对啊，然后其实一开始很紧张。怎么说？因为。应该说，其实公司那时候就有这样说，怎么这样拍还是很紧张？我说、对象又不一样，不然欧阳那拍谁你才不会紧张？路人？我自己，我跟我家的狗拍就还蛮自然的。哎、所以他有你家狗有来拍吗？没有，所以我还是很紧张。那你都在那边胡乱我？没有啦，就是应该说是跟不同的对象都有不同的刺激。你开啦，你刚我来那边玩太紧。好，对啊，我跟你们说，你要把后面对齐啊，你前面就对不起啊，你要把前面对齐，后面就对不起，就是这有一个，所以你要买两张、而且这有三个点，然后一个在上面，一个在这里，然后一个在这里，所以要买三张，对不对？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我的话，要买三张。那你可以改版吗？一种专辑买三张真的也是蛮有事的。不是啊，就是为了三个地方对齐，就是想要看头对齐就买。你不要逼迫那种有空，就是有一种那种就是对齐控的人，他们会真的会受不了。其实是故意要做这种感觉。我刚刚一直认真在对齐耶，我跟你们说，我们现在为大家示范。是不小心对齐的。也没有啊，后面要对齐就是后面要对齐的重点呢，就是要进去一点。不是那个啦，你要对那个衣服的领子，因为衣服有格子。我现在看到这个衣服好心痛哦。为什么？因为这次就是帮、我垫个时间，我要对齐它。因为这次我对齐了。其实这次真的很好玩。我刚刚跟李建勋一直在玩他的专辑，然后他一直跟我说：“建哥，你小心一点。”对，我怕他塞太紧了，然后就破掉了。哦，对，好了 ，OK 了。真的真的是很酷，超我很厉害吧？齐的，废话，但是前面就歪了。前面其实这样，前面是上面是 OK 的，遮住还 OK， 所以说手要这样拿，它就是完整。遮起来，遮起来，遮起来。对啊，可以。那我们再把下面对齐。所以每张都有这个东西可以玩对齐的游戏嘛？好，那好，我们把它对齐了。其实真正的套路就是，啊、就它每个对齐都不一样。哦，对。它其实每个版本都不一样。我相信是啊，因为机器学出来，我相信啊。
我相信也有人会买。那如果你三个地方都可以同时对齐了，麻烦请你马上拍下照片上传李建轩脸书粉丝团。对，然后我再送你一张，他再送你一张，嘿，送海报。好啊，那要签名。哎，快点拿出来了。哎，拿出来了，拿出来了。好，这张照，这个颜色很适合最近的季节，就是粉粉。因为叫做，你看我已经签好名了。我知道，因为叫爱个彻底嘛。哦、那刚刚讲到，其实爱 love， 那刚刚那首歌叫《其实我》，另外一首抒情主打叫做《就别爱我》，那就是用这两首歌来当这个专辑的主要核心概念。平常一直还是持续在写歌，发完的专辑还是继续在写歌，不停的写，因为最近有接到一个、有一个就是那个任务，是哦，对，可以说吗？可以啊，可以，就是要帮深圳有个地方叫做海口，要帮海口写一首歌。我当初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是帮一个城市叫海口，然后他要写一首什么他们城市的歌，对，为这个城市写一首歌，好酷哦，超难的。如果叫我写台北，我觉得我可能写比较快，因为它是我生长的地方。那你需要去那里生活几天才写得出来？我本来差点真的要，因为我写不出来哦，真的。对，但是因为后来没有机票，就那个跟你爸说，你爸人那么好，不行，我爸已经少了一个肾，开玩笑，我刚刚跟他讲说，哇，你发专辑耶，然后爸爸。不会啦，就栽培可以栽培的有希望的人是值得的投资。但真的是还好，因为第一张成绩还不错。有他都说跟我说他是靠自己回本的，跟他爸爸没有关系。没有啦，爸爸也很努力啦。爸爸是帮你前置回本要借还他。对啊，还他，我搞不好还好没有放我高利贷。不会啦，你爸都放你高利贷也是你也是应该的，应该的，对不 对？因为我觉得还不完了啦。对你也是还不完，没关系，但他也不会跟你一直要，我就还个彻底，他也不会霸凌你。还对不会啦，对啊，他就默默忍受。因为你爸今天还来现场，但不好意思叫他露脸、啊。但是他今天穿得蛮帅的，所以你意思是这样，要来过来看一下的意思吗？那你要问他要不要啊？要不要？不用，完了他没办法拒绝，直接他不能拒绝，我们直接 Q 这个很大，谢谢你。Yo、是啊，康雷先生，他刚好今天有妆发。哦，真的吗？因为他刚好刚结束一个活动哦，所以他你看他故意来，他其实是想要上镜头。我懂啊，我们很开心啊，爸爸来，然后爸爸在很多人的心里头很有分量的，真的。所以只是那些 target 跟你不一样而已。你干嘛今天来啊？真是不然他叫明天再来吗？我们明天没有你的通告，他明天来干嘛？明天来就是来逛逛，来上我们其他直播，来送红包。哦、，OK， 欢迎康雷大哥，明天来送红包。对啊，对对对，你不要逼你爸爸，你爸爸钱都砸在你身上了。都是带这个红红喜气的专辑。对，所以你要好好那个把这张专辑认真的那个表演一下。对，好。你要在爸爸面前唱歌吗？好，唱过好几次了，就跨年新北一段。你是有一种一点都不稀奇，不一样哦。今天爸爸坐很近。对啊。那个 feel 不太一样。OK 啦 ，OK 啦。讲了一副就是平常在家里就是才艺于亲吗？其实在家里已经不常唱歌，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我只要一开口，你爸就开始喝，他和我，我爸和我妈就开始，哎、欸，你这边这个怎样？这边这个怎样？这边这个怎样、啊？真的吗？所以我后来一个有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唱歌，在家里就不唱歌，不然就躲在房间啊，你爸妈叫你，然后就是把门锁起来，对，然后把那个旁边就做那隔音棉全部都弄起来，差不多了，我觉得快了，要。对，你爸你妈都那么会唱，我就说我没有言论自由、欸、那你不用啊，你有言论自由，你是没有歌唱自由，没有歌唱自由，就是我像我可能写新歌，然后我在哼我自己的和音，我还在哼，就是我还根本不知道我在找，然后我妈说，哎、欸，你这个要轻一点，然后这个要重点，我说，我就叫大姐，我说，哎、欸，大姐，我这个好像还没有，我自己都还没有确定，我怎么刚哼呢、欸？真的，那大姐，那姐夫会生气吗？姐夫这样说大姐，姐夫就说，啊，你们两个够了没啊？好烦、喔、啊，真的，对，天哪、啊，你们家好和乐哦。还 OK， 还 OK 过得去，越吵越开心。有啦，爸爸很疼你，光看他坐在那里的样子就知道。他从刚刚到现在一直笑，也不知道是我逗他笑的，还是你逗他笑的。他可能是看到建安哥很开心。他明明就第一次看到我，你何必在那边给我假客套？就是第一次看到非常开心哦、啊， oh, 那我们第二次见面你还开心吗？超级开心。那你现在愿意先唱个歌吗？没问题。我们用卡来唱，虽然今天有带一支吉他来。哦，这不是装饰吗？我当然知道，我只是让它放着啊。我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比较那是建轩的吉他，音乐的气息也还好。你下次可以带钢琴。带钢琴好重哦、啊。那 keyboard 好，还认真呢。就你还会什么乐器？我、哦、还有二胡。哦，是哦，对，但我二胡是今天我也有带，认真就在这里。好，待会再玩。好，真的啦，真的啦，我就是我知道啦，我说待会再玩啊，就是先唱歌啊。好，我看一下哦，你要先唱什么歌？那不要再唱刚刚那一首了啦，先唱别首啦。好，那个等一下再唱。态度转换一下，换个菜。好，好不好？来一个 rap， 有 rap， 有 rap。
先介绍一下再唱，不要吓到导播，导播现在在帮你换歌。这首歌其实叫做脑袋秀斗啦，脑袋秀斗啦。建安哥，你知道脑袋秀是哪一个语言吗？脑袋秀斗啦，你那个你刚刚有给我看，所以我大概知道，就里面有中文跟英文。对，然后但是秀斗好像是日本秀斗，但是日语的那个外来语的那种。对，那当初就觉得这个词觉得很特别，然后觉得哎。秀斗好像又在骂人，好像又不在骂人，它是一种很好玩的一种感觉，哎、欸，是不是有点秀斗秀斗的感觉、嗯？然后我们身边，你要问你爸，你爸会讲日文啊？会吗？不会吗？我奶奶才会，我奶奶才会。可是那你妈妈会唱日文歌吧？不会。印象中为什么都是？他们就我爸爸会讲哈嘎发哦，客家人哈嘎你。你爸是那个客家乡亲，对，客家乡。对，我有，我就哈嘎雄亲太嘎后。你不要乱讲，你应该没有很标准。啊，对我只会讲刚刚那句，那一句又没讲好，真的吗？换你问爸。我记得有一次很好笑，就是我去那个有人讲说，哎、欸，那你会台语自我介绍吗？我说太嘎吼，然后全场傻眼，一定傻眼的、啊，全场笑傻眼猫咪。但是我就录取了，哦、因为一个太嘎吼，太棒了，所以我从此就把这个太嘎吼永远当成是永远的台语，就太嘎吼，然后我就录取了，很好啊，很好、啊。嗯哎，唱这种快歌跟唱慢歌，自己在那个心境转换上，或是一些声线的控制上，有很大的差异吗？对爱唱歌的你来说，我觉得如果今天如果粉丝把我的歌从头到尾听一遍，他应该会神经错乱吧？为什么？就是一下很深情，然后一下很态度，然后一下很开心，一下很难过。所以你的编排就是一个快一个慢，一个快一个慢，一个快一个慢。它的肾上腺素会不断的跳动。你是这个样的编排吗？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是照就是顺的听下来，你会觉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李健轩，这次李健轩要做什么事？这次李健轩有一点点小小的企图，怎么了？希望能够就是在金曲奖上面能够入围了，爱个彻底。对啊，希望能够录个彻底这样。哦，哎、欸嗯，好像这样发的这张专辑应该就相对就已经取得了那个报名资格。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非常的忙碌，我的后半年都是人生赶赶赶。不会啊，但就是可以在开年的时候就好好的那个。把这件事情就是慎重的跟大家分享。对啊，其实非常的开心，那也希望就是也没有赶啊，赶是叫印刷厂快一点跟鸦片厂快一点。我八月，我2017的八月、嗯，然后公司就是我爸爸，我们开会说，哎、嗯欸，不是要发片吗？我们不是要讨论吗？嗯，好，那我说那我可不可以收歌？我想说搜一首很厉害的歌，嗯，结果他说好、啊，不然你和制作人讨论一下。是我和阿聪老师讨论完，他说，嗯，你上一张已经全创作，嗯，这张你不自己写，好像说不过去，所以我就背负着要写完全部歌的使命，是压力大到不行。他警告我，他说建轩你小心。我说怎么了？怎么了？你上一张成绩不错，是，但是你可能这张没搞好，你就是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哦，你需要有一首经典的情歌。哦，然后我特别这种歌我不太会写，我都会写比较那种可能比较 peace 的那种，所以在这上面的功课，我大概前后写了2-3个月，才把这首歌写出来。就刚刚我们看的那一首吗？对，而且比较贪心啊，写2首，因为很怕失败。所以写一首《就别爱我》和一首《其实我》，到录音室录完的时候才决定哪首歌当主打歌。嗯、真的耶，那主持人今天现场第一首歌竟然不是这样唱这2首，主持人也是蛮有事啊。但我们还是要唱快歌啊。这首快歌其实我觉得蛮好的，也是很经典。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因为哪里？它就是我人生真的是创作来自于生活。嗯，它是我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可能不愉快的事情，嗯、很难过，但是觉得哎、欸，他是不是怎么听不懂我讲的话？是不是秀逗？你在跟谁讲这句话？姐姐还是姐夫？姐姐大姐还是姐没有啦，不是我家人，然后都跟我家人没关系。没有，但是后来我觉得音乐还是要给人家正能量，所以不管是 MV， 然后不管在编曲上面，尽量还是还有里面的就是歌词，嗯，还是用一种觉得比较玩味、比较好笑、比较可爱的方式去展现这首歌。对，那先来听这首快歌《脑袋秀逗》。脑袋秀逗啦 ，OK。这首歌到时候有唱跳呀，好紧张。唱跳啊！现在忘光光了。你说你从小到大都不靠爸妈，却总是躲到肩膀后面，问候别人全家，生下孩子天。如不是妈妈替你扛，别跟我耍心，你靠你自己 handle 呀。是谁说要条道路都能通罗马？不
去做，一切都只能凭空妄想，整天漫无目的怪东怪西的碎碎碎念，长江后浪推前浪，你还在沙滩上隔岸观火，情歌闹一路狂，可说你不想，可说你不想等着看戏和那只爆米花，刚好刚好见过的路人甲，谁说沉默是待宰的羔羊，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你脑袋秀逗啦，我有个很可爱的动作，现在跟他一起，我不要你脑袋秀逗啦，不行，哎，是有点但没有品味的人就不是 masterpiece， 对爱情伤人的人只会说 rest in peace， 可这样说 bounce bounce 就变成 dis dis， 失去了自我意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的跋扈，不是的耍酷，我只是不愿就这样轻易的认输，就算能成才能宰相不在这个国度，我也依然绝不投降，拿起我的态度，隔岸观火从热闹一路狂，别说你不想，别说你不想等着看戏和那只爆米花，刚刚好见过的路人甲，谁说沉默是待宰的羔羊，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下，你脑袋秀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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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逗啦，谢谢脑袋秀逗啦，要。哎、欸，真的不会紧张哎。啊，其实很紧张了。我是说，你爸在那边，你唱歌都不会紧张。哦，我都不看他。对，哦、可是他都在看你、啊。当一颗西瓜。西瓜。有啦，我有看他，他这样子。啊。哦，他这样。啊，大，看大虾。看大虾。看大虾。有啊，爸爸就是有爸爸一些那个自己的那个对你的现场指挥的。而且其实爸爸很可爱。怎说？就是在那个录音室啊，每次我们混完音以后，他都要听一下嘛。他坐最好的位置，制作人的位置给他坐。啊。然后坐上去的时候呢，他听完歌都会有一个评语，什么？像他，你说每次不一样吗？对，每次不一样。这是我和制作人非常、哦、那最经典的是什么？好温馨哦，好温馨。你知道是哪首歌？建安哥猜猜看，哪首歌好温馨？好温馨吗？那也太奇怪了。打会啊，这口味，爸爸自己脑袋秀的好温馨。对啊，唱完之后觉得你好温馨哦，好关怀脑袋秀的这件事。他说其实我很温馨哦，真的、哦，他觉得很温馨。但是我和制作人还有所有人听都傻眼，就为什么？这是很揪心的、很难过一首歌，为什么哪来的温馨？说不定就是因为爸爸说的温馨这首歌才打动人心，揪心就没有人要听了。你为什么不要尊重一下他的评语？所以后来脑袋秀的有另外一个，他吃的盐巴都比你吃的米还要多了。也是的、啊，对啊，因为我都不吃，我都不吃盐巴，没有了，开玩笑。好。哦，出钱讲话真的，爸爸可以卡短虾。那后来他说什么？他后来说这首歌，你讲什么？我忘记了。好，他什么？好好有气势，还是好什么？脑、哦、袋秀的。哦，说很棒，是不是？好了，你不要再逼他了啦。哎、欸，要歌王讲出很棒，这个很難我知道啊，是你逼他在这个地方，他怎么可能在这里 diss 他儿子？ diss diss， 对啊，他一定要说你好啊，而且他。就是一个望子成龙的心情坐在那里，而且其实就真的很像兄弟了，所以你看我们很像朋友，所以刚刚才会刚刚那样的 talking。 就说、啊、他就姐夫啊，姐夫嘛，大姐的老公、欸、姐夫你还好吗？姐夫姐夫那个对啊，我们继续努力。哎，刚刚那个 rap 也是不简单的，你要不然也讲蛮多字的。哦，对啊，超多字的，是，所以就是所以那个跟写词老师有讨论过吗？你嘴巴有这么快哦？这首歌蛮特别，就是很短时间的就先完成了这个。啊、那一句话如果慢慢讲，你讲得出来吗？刚刚那个 rap， 你说你从小到大都不靠爸妈，却总是躲在键盘后面，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别人全家。你有，你那个已经习惯了，就是慢慢。生小，你说你从小到大都不靠爸妈，忘记了吧？你看，哎，这样 flow 会忘记，因为我没有那个 flow。我就说嘛，对不对？却总是慢一点，慢一点，躲在键盘后面问候别人全家。生小孩的痛，若不是妈妈替你扛，别跟我说，是你靠你自己用怎样、嗯？还可以，还 OK， 还快要不行了。可是你刚刚那么是谁说条条道路都能通罗马？对啊，所以我因为我写歌很，尤其是这种节奏 rap 的歌，我喜欢
跟着我自己的那个血液里面的那个 flow 去走，所以就会有一种 grooving 的感觉。所以那歌词其实不用特别背，它就会在脑海里面就会顺。我知道，其实唱歌的人有一种就是自然的能量的这种，跟着那个音乐在律动。对，所以如果可以把歌唱很好的人，其实生活应该都过得蛮愉快的。蛮愉快吗？我觉得啦，就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唱唱歌嘛。对，而且快歌慢歌，而且我觉得运动蛮有帮助的。运动，你说运动对你唱歌很有帮助？对于创作很有帮助。创作为什么？因为其实这张专辑刚刚讲了嘛，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要写出这么多的歌，然后再筛选出这五首歌，其实压力很大。然后其实往往都是在钢琴和吉他前面。剩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都没有进展，就是我可能先写出一个80分的东西，是，但是它不足以打动我，所以我希望去不断去把它改进、去进化嘛。就是现在有台车不错，那我们再帮它改装一下。那改装的这个点呢，都是在健身房的时候，我身体在动嘛，在一直在健身这样，然后脑袋就一直在想那个旋律，是，就想出来哦，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层次比较明显啊 ，grooving 比较好听，真的，都是在健身的时候想出来的。有哎、欸，所以这次这个发了专辑，也算是了了自己一个小小的心愿，很大的一个心愿、哦，就是但是梦想的算是第二步了吧 ，EP 是第一步嘛。其实我在2017年完成蛮多事情的，真的，我办了自己的首场售票演唱会，真的耶，然后又做了一个 Hatter 联名的一个帽子，真的，然后我身上这件衣服，我即将和他们牌子，即将和这个牌子合作做一个帽T，然后在3月初的时候会担任一日店长，要跟我的粉丝见面，就反正人生开始慢慢的有一些外面来的专业的人士给你的肯定。对，我觉得这个表现你在做唱歌这件事情，在别人心里已经是有一些可以认可的分量，就好像不止在唱歌了，就开始好像有个什么是个谁这样子。哎，那个谁？对啊 ，somebody， 希望本来从一个那个 nobody 刚进啊，没有到 nobody 啦，就本来从一个那个新人 freshman， 现在是一个 somebody， 还是很 fresh 啊。啊 ，fresh OK 啊 ，fresh somebody， fresh somebody， 新鲜的 somebody， 当然，新鲜的 somebody 也是一个未来的，就是一个大人物的 somebody。希望是，这经过这样的路程，就是有些时候还蛮辛苦的，但是就真的是内心真的是把它当做。养分了、因为那时候，这次的写词老师有和一个老师特别合作，是，他叫做吴义伟，对、义伟老师，那他写过很多畅销的词，比如说《以后别做朋友》，你好不好？然后孙燕姿跳舞的《梵谷》，对，都是他写的，真的。那所以真的就是告诉我们说，这张成本其实下蛮重的，都找那么厉害的大咖来、真的、而且和老师变成好朋友，我们他同时担任我这张专辑的企划。那你会以后想要帮别人写歌吗？有，这是我们今年的目标。所以大姐跟大姐夫也会出唱片。他们应该暂时没有这个想法，先休息这样。好，但我觉得我写给我希望能够让更多音乐人然后喜欢我的。谁又来跟妖哥了？是不是？目前就是先帮大陆写这样。哦，对。然后我刚刚听到姐夫讲了一句话，但是没有认真听。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啊？钱都用光了。好了，我帮我家的狗狗出。也不要。现在不是那个什么，有个火鸡也可以出一首歌吗？哦。对，狗狗或许也可以。好啊，刚唱了一首歌啊，今天来就要多唱歌嘛，让大家见识一下你的实力。哇哦，可以。那不然就刚刚提到狗狗，你要先唱狗狗的歌哦。可以啊，开心。好啊，还是好啊，还是。这个 MV 是今天晚上要上架的吗？对，我的狗狗的 MV 今天要上架了。所以他有跟你一起拍哦？没有，因为他是中小型的狗狗，所以他其实比较不受控。我们。有偷偷换了一下，我们换了一个黄金猎犬。我觉得你这样对得起你家的狗吗？可以。哦，好。那举不避狗这件事情完全都没有把它当在心放心。它很难得跟主人一起可以做个作品哎。但是他过他的心情，但是他听到这首歌他都会过来，就代表他不会生气。我有问过他。好吧。那你会带他去打歌吗？带他去打歌，我觉得太大只了。如果可以，没有，他其实还好，他就是差不多这样。你都借黄金猎犬了。但是黄金猎犬，我觉得因为它比较好受控吧，而且比较温驯。所以你家狗怎么了？它不听你使唤。哦，它现在真的是很有个性。怎说？就是，你吃东西它才会过来。然后呢，如果你不给它，它会生气，它就生气。真的吗？它家里会跟你就为什么不给我？然后最可爱的一个地方，它最讨厌的地方。好，我们有一碗饲料，它会把饲料，它会先拖出来，拖出来就算了，它把饲料舀出来放在地上给你看。
他不要吃，他不吃，他就是只是散了一地，他就排一个什么六芒星啊什么之类的，好酷哦，他就排一个图案这样排出来，然后这样子，然后他看着你，好棒哦，就觉得说你看你不给我吃吧。其实他是在跟你讲说你下一首歌的歌就是大概的方向，六芒星，你就写个六芒星，爱的六芒星或什么之类的就好，爱的六芒星绝对让你吃个彻底这样。我真的觉得我们也是不要做一些突然间叫你即兴做一些事情的行为，一直不断的自律，因为我那个狗年祝贺词都还没出完呢。狗年没事，慢慢想。我们先唱歌。好，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Never Let You Go。那是很取巧，就一个狗，然后就说是写给狗的歌。真的啦，因为永远不会让你，就是我竟然今天选择跟你在一起，永远不会让你走。哦，所以这是帮毛小孩的一种心情。嗯，好哟，好，来听你唱歌。Never Let You Go。好哦。Never let you go. Oh, oh. Never let you go. Oh, oh.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Oh, oh, oh. 从今后要你陪着我做更多的梦。I will never let you go. Oh, oh, oh. 让我给你无限循环的小狗。竟然哥叫我养毛小孩。有哎，养过哎，养过，所以他已经变天使。是的，这首歌，懂了。主要懂那种心，我懂，我懂。那天相遇的场景，我发誓永远都不会忘记，帮你取了专属的匿名，从此变成了我的唯一，守着秘密不离不弃，出来玩起隐形的游戏，你像我真的挺有个性，难怪早就被你给吃定。不管怎样我都会在你身旁，不管怎样你都有我的肩膀，撒娇的勇士让人难以抵抗。 Never let you go 就是我对你的承诺。 I will never let you go、oh, oh, oh. 从今后要你陪着我做更多的梦。 I will never let you go、oh, oh, oh. 让我给你无限循环的小狗。手铐拖着疲惫的身躯，家门口你热烈的欢迎，半夜吵醒我的起床气，无辜表情都被你吃定，守着秘密不离不弃，是不是时间眨眼就过去，我对你最好的回应就是把你爱个彻底、不管怎样我都会在你身旁，不管怎样你都有我的肩膀，撒娇的攻势让人难以抵抗。 Never let you go 就是我对你的承诺。 I will never let you go、oh, oh, oh. 从今后要你陪着我做更多的梦。 I will never let you go、oh, oh, oh. 让我给你无限循环的小狗。谢谢 Never let you go、yeah.有感受到一点那个狗狗的感觉吗？也还好。真的吗？但是你唱歌很好听啊。哦，谢谢。你的声音很，你的声音就是一种很流行的男生的声音那种感觉。哇，好开心哦！而且听起来就是他怎么说啊？有一种狗狗的感觉。就是、没有没有，他就是很时髦、哦，然后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就是还带一点，就是声音里面会透露出一些时尚的感觉。可能我们设备很好吧，就是听起来比较好。我们设备真的还好哎、欸，那个喇叭那么丑。你干嘛这样？我认真啊，我就心想说你们这些歌手来，然后但我们导播很厉害啦，我们的这个还 OK， 然后我们一个很专业的导播会帮你在那边做一下，在现场放出来声音还好，但在那个节目上面大家透过平台看的，这个三立新闻网啊，在 Video 上看应该是还蛮不错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快点下载，然后快点看。对对对，我们反正看完这个，你自己回去也可以看回放，一定要一定要，这是一定要做的功课。但你的声音，你平常怎么会去，要用什么方式去保持它的质感？哇，这个很难呢。为什么？因为其实你有特别吃什么不吃什么会怎么样怎么样？我特别就是什么都会吃。我像很多人不吃辣椒、哦、然后但是我是有一点就是我不喝酒、哦、我不烟不酒、哦、然后就是这两个我觉得就是差别蛮多、哦、因为我爸以前他声音就非常好，
然后后来他就是，你爸声音是走另外一种派别的啦，你不要拿你爸声音出来跟你那个，你爸跟你不一样，不一样。那个、对你爸来唱那个 Never Let You Go， 帮你学你爸唱一下。Never Let You Go， 啊那个，啊那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他其实他有他的一个味道啦，就是我懂我懂那种民谣。那你学你妈唱啊？我妈哦，我最近都不会，我最近。跟他很少接触，比较不懂了没有啦。哦，大姐最近比较不唱歌给你听，她都唱歌给她学生听，她都教唱歌，对吗？嗯，所以妈妈会教你唱歌吗？哎、欸，她一直不断的，就是不断不断的想要挑剔你，但你一直不断的想要拒绝她的建议。我现在就是 silence is gold， 对，沉默是、哦、真的吗？对，我发现沉默是最好的回答。可是你都会去找谁帮你在歌声上面做一些嗯建议？我之前你有学过唱歌吧？有，我有学过。其实从小就是在爸妈的耳濡目染之下，就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嗯。然后后来去大陆拜了姚贝娜姐姐的爸爸姚峰老师嘛、哦，对，有去调过。那回来之后，其实虽然说2017刚刚发片，是，但是驻唱也有个七八年的时间、哦。这个时间，我觉得它算是我经验的累积，还有我自己可能找到了一个我对于唱歌的认知和喜爱。还有一个方式、嗯、那我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秉持着，我觉得我就相信我自己所相信的。那其实刚刚听到建安哥讲说我的很喜欢我的声音，是认真，我是认真的感动，因为其实在追、啊、是认真的说的，我没有跟你瞎说、欸、真的吗？对，我坐在你旁边啊。对，因为我以前唱歌会被讲、啊、我真的不夸张，就会讲说哎、哦欸，你唱歌有点老派老派、啊、我以前唱歌真的有点，因为我喜欢老派的声音。 Oh my god the reading 还好真的吗？那我回去我要翻其他的那个、啊、看说是不是也是这样、啊、你看制作人认为你需要水，他应该还好哎、欸，谢谢，他应该不需要、哦、我觉得可能还不错哦，真的吗？你现在需要吗？我刚刚听起来就游刃有余啊。你确定这样喝下去是好的吗？这样会比较多汁啊。你认真对，声音会比较饱满。有些时候突然灌了水以后，它会干掉哦。不不，会比较滋润。啊，你开心就好嘞。我看到自己喝水好奇妙。为什么？你可以回去好好看啊。那他还帮你拍照哎。对啊，怎么说？没有看过自己喝水。应该说是那动态动态。MV 刷牙都在看呢、啊，还看喝水而已。哦，那刷假刷。那是假刷，说出来。那是假刷、嗯，没有，其实那是真刷，而且。拍那个 MV 是很开心的、欸嗯，就觉得哇，拍 MV 牙齿还可以很清新，因为刚吃完便当，然后刚好刷一刷。好啦，你终于回到一个无厘头屁孩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做音乐嘛，然后就是其实这个个性，我觉得像我爸虽然说家里有个毛小孩，那你这个小屁孩，他要叫我小屁孩，他就是在爱你啊，不然还跟那边逗你哎、欸。对啊，你看，然后我就跟他说，如果呢有一天真的小屁孩能够起来、嗯，而且你叫你妈大姐，妈才嗨，你叫他妈妈嗨，就想说你。是有事吗？我叫大姐，她真的很嗨、欸。我也觉得，我知道她已经嗨爆了，嗨爆了。真的，她也想说天哪，对啊，我就是个姑娘，永远是个没有，就是家里的亲子关系可以从你的那个言谈之间啊透露的细节，就是有让人可以觉得、学习的地方。然后你在一个很幸福的环境里面成长，所以你的声音里面听得出来有幸福的感觉。对了，但是就是有时候其实那个界限还是很难拿捏。你知道一个新人啊进入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最多的就是他的纠结啊，还有一些因为可能是时间等待产生出来的，就可以看到千丝万缕。你那个比较这一层面的事情少很多。可能因为我自己有去就是体验半年的。但我刚刚听你自己这样讲述了一段生活，就其实你也不是什么。就硬说什么咬着金汤匙来出唱片、欸、我觉得没有哎、欸，真的没有，我觉得也不一定啊。搞不好驻唱其实就是你爸爸都有去跟餐厅老板说请他不要让你走。我应该是用木汤匙吧。不会啦，木汤匙没有没有，你在一个歌唱世家就是哎、欸，没有愧对他们有这一对天这一对天生好歌喉的夫妻。但其实说实在，我从驻唱第一家、嗯、我自己去找的，然后都没有经过爸妈，因为我想要自己试试看，因为我觉得这样最真实。你要嘛拒绝我，那我也不、嗯、他们我也不跟你讲我爸妈是谁，你也不要知道我爸妈是谁、嗯、其实他们很少去听我驻唱，直到我去唱到May姐的 Pop 的时候、嗯、对，因为 Pop 嘛后面的 Energy 能量很大，是对，那你要怎样能够 hold 住全场，他们那时候才哎三不五时会来看一下、啊、对，然后但是其实因为我爸是一个很喜欢晚上吃东西的人，我就听听他就去吃东西，他放心了，嗯，好 OK OK， 然后他就去吃东西了、嗯、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越来越放心啦、啊、应该一直都放心啦，你有没有变坏？唱歌也是他们以前唱歌年轻的时候很爱的事情，
你也算是就是继承一波的那种概念。那说到唱歌很喜欢这件事情，其实蛮感谢妈妈啦，因为为了我就是放弃演艺圈，这个选择很大，很难做决定。因为像我自己，你看现在看到这么好的一个舞台，这么多唱歌的机会，我觉得这是谁都不想要放弃。然后，但是我妈妈她就因为生下了我，是想要把我带，就是好好的抚养长大。哇，对，可是好伟大！可是她写就是朱片写的是爸爸，但是前部分大姐啊，她还没写歌给大姐。有，我后来母亲节写一首歌给她，她就她那没有收在里面、哦，所以她更难过。哦，那不要，那千万不要。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她是怎么那么难听？歌名叫做《有一个人》。好，然后他说：“李建轩，怎么了？你写给爸爸叫做爸爸，对，妈妈只是有一个人。哦”我说：“我说不是，我说这我只是一个想说，要不然以后等一下有干妈又是谁？”所以是因为这样子吗？才没有把他收进来吗？我就想说，那还是不要好，等一下他生气。对啊，我就想说有一个人就万用嘛，那就写个大姐啊，大姐，大姐啊、哦，你干嘛要？哦，好啊，就唱你人生写的第一首台语歌也是还不错，但是都有一首姐姐的，我觉得。不一样啦，你就帮你妈编个辣姐姐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啊，你没有回去慢慢想，反正你那么会写歌，总有一首歌，你就是跟作词老师想一下，就是我想写给我的大姐。我觉得我这样，我早日这个头发可能会掉很快。哪会？我之前那个才刚过一个难关。怎么了？没有写歌啊？就是、哎，不会啦，想那么多。第一张专辑都还在宣传呢。对。然后就是慢慢的往第二张去宣传，那个可以。不会有能量的人就会一直开始去酝酿嘛，而且你有幸福的那种能量要出来送给大家。对啊，然后都是唱爸爸，都一定要唱妈妈，妈妈怎么可能不吃醋？开玩笑。我觉得你写完了，我觉得这样子太投机，太投机。他也会开，他不开心，他说你这样还偷懒，你不写就算了，还拿爸爸来改。我真的觉得这样不应该。但是他真的知道，我有问过他，他知道我前半段的歌词都在写他。哦、为了你甚至心甘情愿放弃梦想、哦、只希望你每天能够平安长大快乐的长大，但他还是不够过瘾，他就是要有一首妈妈。不会啦，我相信他不会那么不会，我知道他会哪有不会，那不是爱慕虚荣，那就是一定要跟爸爸硬要比。他是很踏实的人，他踏实啊，所以才知道一定要有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就是当然好了。如果下一张期待，我们看这里斗嘴，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有趣的访问。你说刚刚吗？对啊，我们就是完全没有踩在主题上，一直在那边乱对、啊、乱，而且我们今天感觉就是我们可以，因为你就是一个快乐的人啊，那所以希望今天有这种快乐的感觉可以跟大家分享、嗯、然后听了音乐就有轻松，然后你又一直叫我在那边歪头，就是我也不想理你。有啊，你要很配合。我们唱了两首就是比较轻快的歌，要回到那个第一首了。 Oh my god， 那首是最难唱的。但在唱那首之前，你今天就是这里面有八首歌，然后有三首是旧的EP里面听得到的，然后有三首今天做了安排，那另外两首要不要随便现场哼一下？哎，可以耶，我想要另外一首。有很勉强吗？不要就算啦。哎，可以耶，好啊。哦，要用吉他了，他不是用吉他。哦，好。所以你要先唱哪一首？那就先唱用下集好了。下集。下集会是我在找哎、欸，对啊，就是今天等一下没有要唱的歌哦，你等一下要唱《其实我》，对不对？对。啊，你麦克风我帮你拿。哦 ，stand 来了 ，stand 来了，谢谢。这样会那个整张唱片都宣传完呢、欸。对啊，这样我会不会后面宣传起来，然后大家没有心意的感觉？你为什么要这样嫌弃我们给你的福利？没有。那我就来一小段就好了。对啊，一小段嘛，听一下你那个。现在要唱哪首歌？要自己介绍一下专辑里面的第几首？这首歌，同样第七首、哦、第八首，对，就别爱我，哦、也是欧阳妮妮跟你一起单人演出，对。好啊，你唱得好，我们等一下就播 MV； 唱不好，我们就直接结束直播。就别爱我，就不用难过，就别爱我，最好的结果，亲手结束爱的痛。让我独自承受，你就当作不曾见过我，好让我还给你温柔，舍不得回忆当作海市蜃楼。谢谢，就别爱我。嗯，这歌好写吗？当时？比较好写，其实我当初是先写出这首歌、哦、然后我想说还要再突破，是才真正的拼出其实我、哦、这首歌真的有真的有突破，其实我真的是一个突破。我认真两个面向不同、我不知道，我是一个听众就是个突破。
就是不同是你自己创作人自己的解释，就是不干我的事。好啦，对，但是他们两个真的很不同，就 OK 啊，我们都有喜欢就好，那我不能自己凭他的。所以建安哥比较喜欢那种就是回马枪的情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回马枪，反正他在唱的时候就让你觉得比较拔辣啊。真的吗？我自己觉得这个你不觉得很开门见山吗？我不知道，等一下可能要看完整 MV。刚刚是你弹吉他，一点也没有什么开门见山的感觉，就是副歌超开门见，一下就副歌，就直接就超开门见山。不会啊，歌就是打动别人就最重要嘛。然后我只是觉得哇，那首其实我真的有还蛮厉害的，难怪会破百万这样。对啊，你以为破百万是随随便便来的、哦欸？真的很难呢、欸，打动人心才会有得到共鸣。对，不然在那边。说真心话，就你刚出来，其实还在累积你的名气跟，需要被更多人认识的时候，这一定是很实际的。对，而且不是口碑的，就是人家是要慕名而来这件事，目前可能真的很难，还好很难，真的还好。但是绝对是有人说，哎、欸，那边有一首歌好像很好听，无论他是从哪个平台接触了这首歌，所以这是一种很真实的成功啊，在你身上应该是要开心的事情，很开心，对吧？对、啊，难道没讲错吗？算是应该算现在目前的小小代表作了吧？我可以觉得可以是这样说，因为百万是现在的数字啊，你怎么知道说真的？大红起来的时候，搞不好就多少后面多一个零，可不可以？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哈，就我们自己期待有人更多，就是你要去让别人更知道他这首歌是什么，会啦。你看起来这么让别人会喜欢的人，哦、应该不至于他就停在这里，应该不会。他现在每天都还是长大，一直长大。是啊，那就好，慢慢来，慢慢来，这样子。好哦，哎、欸，还有一首歌，哎，还有一首歌吗？就是专辑的第八首，第八首叫什么歌名啊？哦，这首歌叫做 Missing You， Missing， 然后这首歌很也是很最近要拍 MV，、哦、过完年嘛，三月底，三月是不是？对，然后所以接下来开始就不能吃东西，我、哦、要少吃，为什么？因为要把钱都用完。对，哎，你怎么知道？这梗好烂哦。不是啦，又要拍 MV 了啦，就是、哦、所以你要脱衣服，要瘦一点，要更瘦。哦，好，这是很莫名其妙的理由哎。唱一下歌好了，比较快乐一点。好，唱歌。Baby, let me see you, you, 我们的故事还没结束。Baby, let me see you, you, 想念你总是为我欢呼。Baby, let me。好孤独 ，Baby I'm missing you, you, Baby I'm really missing you, Baby I'm missing you。差不多就这样子。对，因为你一直在重复那一句话。因为他的副歌就是 Baby I'm missing you。对，然后就只有一句话，你也会唱到忘记，也是蛮好笑的。因为可能就是……啊，你忘记的就同一句而已啊。没有，他中间的歌词是有换的。哦，不然我可以拿着那没有没关系啊，这个都 OK， 我们接受你的那个解释。这样代表是唱 live， 当然是 live 啊，我们最喜欢再来。我就跟你说，哎、欸，那天黄文馨来，我才跟他讲说唱 live 一定要忘词哎、欸。哦，对，是、哦、我们刚刚不是这样讲好了吗？我没有这样讲好，我就觉得沒 有啦。你刚刚跟我讲，所以我刚刚故意忘词。哦，好，OK， 这很多理由，可以卡。对对对，不用卡，我们在 live， 你这不是在录影吗？这怎么卡 ？One take。我跟你讲，事实上，你有看到有个数字吗？哪里？一零什么什么？有哎、欸，有那是什么？那就是现在在三立新闻网上，就是正在这个网络，就是在这个平台里面的人。然后你是很重要哎、欸，因为一进那个平台，现在那个一进来那个横幅就是你在唱歌。Oh my god！ 然后我跟你说真的，就刚我在想说，就走刚那个片段而已吗？没有，还没讲完。就是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其实它只有四个字而已。四个字。是90多少？真的假的？所以如果你唱的难听，就会变80多少。所以其实忘词是好词。也没有没有，就在这里。你看他就开给你看，你现在哎、欸、有哎、欸，我看到我了，好橘哦。然后那个我是 orange。对啊，你自己穿成这样子还怪别人。我觉得 OK 啦 ，OK OK。所以你要把歌再唱好一点，让它再往上冲。好好好好。那表示你现在的歌声就是，认识你跟不认识你的人都愿意因为这个歌声听一下。谢谢你们，这是好事。好啊，那他叫李建轩。对，我叫他今天来宣传他的新专辑，这首歌叫做这个整个专辑叫做那个爱个彻底，对，爱个彻底 ，Love Deeply。嗯，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的歌曲，都可以到
网络上搜寻都可以搜寻得到。他的频道上可以看到完整 MV。嗯，然后那 MV 我就说嘛，我们的策略是对的，人更多的时候要唱那首最经典的厉害的歌。好哦，这首歌吉他放好。对，这要好好放下来。当然要，吉他这么贵。哎，我刚刚有动。然后麦克风拿起来。好了，那这首歌站着唱好了，随便你哦。好啊，趴着也可以。哎、欸，我刚真的想说要 来个地板，没有，开玩笑。真的吗？这样超奇怪的。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专辑的主打歌，超级主打。对，这首歌，我写了两三个月的时间，然后叫做《其实我》，认真唱哦。点点点，好，认真唱，唱完再说。好，送给你们。欢迎李健轩带来他这次专辑自己最最想推荐的一首歌。保持理智，越像个疯子比较好过。我们之间的结果，你们之间的承诺，想再牵着你的手，多么奢侈的要求。那时候我们说祝福你能好好过，太好讲才没说，说我想要带你走，其实我还爱着你，却再无法让你懂。走一步，错一步，我们该如何弥补？怎么会忘了说？说我不想要让你走，怎么会对你说？忘了心多痛。那些关于我们曾经的梦，只有这首歌的其实我，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话是和当初的另外一段来不及说，后悔没有说的，把所有的话写成这首歌，叫做其实我。换一个位置，换个代名词，你还爱我？故事越真实，越格外讽刺，如此难受。我们之间的如果，如果我们没犯错，想再牵着你的手，是我最后的请求。那时候我们说，说祝福你能好好过，太好像才没说，说我只想要带你走。其实我还爱着你，却再也无法让你懂。走一步，错一步，我们该如何弥补？怎么会忘了说？说我不想要让你走，怎么会对你说？忘了心多痛。哦、其实我还爱着你，我却没资格再拥有那些关于我们曾经的梦。谢谢，这首歌叫《其实我》。哦，怎么了？好听啊！谢谢。在回味。在回味。
对呀、啊，嗯，就是你唱完了就只剩下回味，要、啊、不然就要看回放，回放也是可以。对对对，唱歌有时候对你来说也没有很难。其实很难，这首歌是我在录音的过程中最难录的一首歌。嗯、对啊，你看你把一件你说很难的事，然后那我们听起来就这么舒服。谢谢，因为练了克服了一个很大的困难，练了很久。哦，练习是很重要的。因为从发片然后到现在，其实唱过这首歌，我觉得也不下快100次了吧。就是加上自己练习、嗯，就唱了很多很多次，很厉害啊、嗯，很好啊，谢谢。这么重要的歌就多练练它，每次唱应该都有不太一样的心情，一点点。对，因为从一开始是惶恐，是。哎，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当初公开演唱的时候，嗯、我想说先唱个降半 key 的版本，嗯哼哼，结果那时候我程式错掉了、嗯，我用到升 key 的版本、啊，所以原本已经够高了。然后呢，我那个唱现场，就是、逼死你自己！我那个唱现场的时候，我真的是那个鼻血快流出来了，哦、真的就是非常的紧张。但你还是把它完成了。我从此之后再也不唱降 key 的版本，哦，就唱原，我觉得哦，原来唱过升半 key 的版本之后，唱原 key 是这么幸福的一件事情。不会啊，就是在一些困难的事情，你都可以遇到它，然后让它化于无形，嗯，都没有什么可以困扰你的事。对，人生算是一个目前为止，都还在你那个喜欢的幸福氛围里面。是啊，对，就一切对于一切从过去到现在经历的一切都很感恩的、嗯。是啊，会有想要为自己这张专辑办一些什么见面会啊、签唱会啊？有。其实，在三月本来要办签唱会，但是因为现在所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多，啊、然后想要再往后延一年，所以最近期要跟大家见面的，我觉得就是三月初的时候会和贝局联名这个帽T，那我会担任一日店长，也会在现场帮你们签名，然后还会办一些小型、很小型的签唱会。嗯，那如果大家到时候有空，都可以搜寻我们的粉丝专页，还有 IG 就是 It is Austin Lee，、哦、然后粉专就是李建轩 Austin A U S T I N， 对。然后我们这里要写梦想版，你上次来有写过吗？没有。梦想吗？真的吗？这写都会实现吗？这是要鼓励别人的。哦，鼓励别人。对啊，你是一个创作人啊，然后你自己，哎，对自己的期许也可能是一种梦想的定义。对对对。就是要送给大家的，然后就帮我们就把它张贴在那个地方。每一个来过阿安大明星的那个朋友。好啊、我是要写给大家的。写给大家的，写给线上看的人，或是日后来喜欢建轩的人，就哪天我们不知道，如果喜欢你的人突然怎么样了，然后砰，然后我们就说啊，把林建轩的梦想版拿出来当礼物好了。那我可以写说，就是如果你有梦想，就要勇敢去追之类的。梦想就是你心里的想法，不要什么什么啊，我干嘛帮你翻译？就是一个这种概念。好啊，好啊，写。现在开始写吗？啊，不然等一下嘛。好、哦。在这个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你需要多少时间？我要垫几分钟的话，你才可以把它完成？两分钟哦。啊，好好好。好欸、这张专辑连在造型上都有很多的想法、欸、你可以隔空回 我就啊，对对，你可以拿着一只那个一只手拿麦克风啊。啊，我现在都不能同时一件做两件事。真的吗？其实 这是衣服上面很感谢啦，因为找到适合的，就是愿意绝绝大神御用的造型师，真的、哦，钟伟老师，好酷、哦、对 ，Oh my god， 这件。这个外套看起来很厉害， 我打算穿完的时候，然后去卖二手，又太贵了。哦，真的，哈哈。那跟他讲啊，他就会帮你。出一张专辑真的不容易耶，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然后有这么大的能量，然后愿意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分享。然后他现在正在写梦想版，李建轩这个带着他的第一张专辑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他刚刚说了，这个发专辑的时间选在一个让自己可以有机会去争逐一个荣誉的那个时间点上。所以呢，希望这件事情大家也可以，经由他自己都诚实的说出来了。那我们想，好朋友也不会吝啬给他祝福。对于自己可以入围这件事情，有多少把握？好，我写好了，你写好了。然后我问了一个这么敏感问题，就故意不要回答。我刚刚我真的没办法一心二用啊，真的这件事情证实了这样。那你想要先回答我的问题，还是想要先说你的梦想版？问题是什么？我说你觉得自己，你不是跟我说你这个就是要拼一下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入围啊？是。他觉得有没有把握？我觉得我们这里来过很多很唱歌很厉害的人都想要做这件事。其实我觉得之前来过一两个女生，超酷炫，超酷，很厉害哦。嗯，真的。结果不会输给你。结果我不知道结果啊，那个事情都还没发生。你是新人吗？嗯，他们都可以跟你去竞逐同一个奖。为什么？啊，不然怎么办？人都有一个新人的过程。他两个很厉害耶，很厉害。哎，不止两个哎，
很多个，很多个。对，我们这里希望让大家认真来唱歌，有一天你们都会成为超级巨星。我觉得就是很制作人常常跟我讲说放平常心。那我觉得我对于每一个作品都很热忱，因为一定要知己知彼。对，你才知道谁跟你一起进组。是，那江哥，等一下跟我讲到的是好多个哦，有唱国语、唱台语的都有哎，都很厉害。我觉得，不知道我对于我的作品，我对于我的作品我是有信心，而且我是尽全力去做。那至于到底能不能够得到那张门票，我觉得看天意就好。对好对，对于这个我放平常的心，但是对于我的作品，我尽100%的力量。对好啊，这样说就好了。对，谢谢。当然，讲太快，讲太满很可怕。不会啊，就讲满一点啊。讲满一点，对啊，就在这里被搞不好就入围这样。好啊，好啊，当然这是你最想知道的那个一个可爱的结果嘛，至少要有一个入围的鼓励。唐老师说五月会还不错，那时候刚好是公布名单的时候。哦，真的。我相信唐老师。好啊。来吧，你的梦想是什么？不是，应该是你给大家的梦想是什么。我是给大家的话，一句话，我说如果你有梦想，勇敢去追 ，I will be with you。对，用我的音乐陪伴你们。好，这样看得到吗？看得到啊，待会再。完蛋，我的字，我被我爸常说这字很小学生的字吧？哦，真的吗？你爸真的太抬举你了。我这样可。这是小学生的字吗？没有啦，小学生哪认识这么多字啊？而且我下面还有签名。对啊。是个有用心的字就好了，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认真的去完成它。对，因为我自己就是在追梦这条道路上面。那或许今天你的梦想不仅是当荧光幕前的人，你可能是想当工程师或者当什么。那我觉得不管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勇敢的去追，然后好好的去完成任何可以更接近你梦想的事情。是。那尽管到时候可能没有摸到梦想这件事情，但是你都离他更近。不会啦，一直跟他在一起就一直摸着他了。也是啊，只是要把它变成事实，就换成另外一个样子，要多一 点要抱在身上，不能就抱着，要把它保护好，然后把它发扬光大。对，然后送给别人，不是送给别人，是送给自己，送给自己，那是你的礼物，然后照耀，要自己去帮自己争取这份人生最大的礼物，就是你的梦想。谢谢你今天来带着你的专辑，谢谢建安哥，不客气。然后祝你这个有一些什么想法，然后就认真的在希望的梦想幸福的氛围当中去得到你希望的更大的幸福，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好，祝你专辑大卖，谢谢。送你最后一个礼物是我们待会帮你播完整 MV 的另外一个部分。Yeah, 所以刚刚唱的还不错，所以可以播，可以。开心开心吗？谢谢建轩，新年快乐。谢谢。情人节快乐，过两天而已。对，真的祝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祝安大明星，下次见。谢谢。世界繁琐，总会有容身的角落，心太脆弱才会被消磨，眼泪太多余就各自带走，完美的诠释还擦身而过。少了你的问候，捏造一万个理由，乱了心跳节奏，缺上一个放弃借口，感情就像老男的气球，经不起谎言百般的捉弄，别说破之前根本无从解脱，就别爱我就不用难过，就别爱我最好的结果，亲手结束爱的痛，让我独自承受，你就当作不曾见过我，好让我还给你温柔，舍不得回忆当作海市
顺流。少了你的问候，也早已换个理由，乱了心跳节奏，缺少一个放弃借口。感情就像老旦的气球，经不起谎言百般的捉弄，遗忘你之前根本无从解脱。就别爱我，就不用难过，就别爱我，最好的结果，亲手结束爱的痛，让我独自承受。你就当作不曾见过我，好让我还给你温柔。舍不得回忆当作爱是顺漏，太执迷到不了的以后，太残忍，真相太赤裸，太多错过的遗憾的后悔的全都是我。就别爱我，就别想念我，就别爱我，怕你看穿我，表面说不爱的人根本无从解脱。我还能拿什么做借口，留下那仅有的温柔，舍不得回忆当作还是蜃楼。